的，他就计划他那有，他们有不可能盖那么多的。我们过来不买百事的，没有。这边的建筑，真的是漂亮，很漂亮。它就一定是二三十万人口，一定要有那么多的人。嗯，它的别墅什么，它有学校、医院，全部有啊。你对呀、啊，而且那楼蛮高大的。对对对。他弄的呢？对，就像世贸这边那里，就最有什么区什么区的。哦，湖是在那边嘛，湖。湖是那头的。哦。比我们永春大。比巴西都大。其实他真是说永春大。如果你来到辽阔，不来到这个地方，就等于还没有来到这个永春呢，辽阔的未来。对。